方水上市场位于芭提雅市中心盐素昆益干道东边，因即融汇了泰国东部、西部、东北部及南部四个区域水上市场的特色而得名。水上市场里水陆纵横，水面上木楼别具风格，在水市里既可以吃到来自泰国各地的风味小吃，也可以买到产自于泰国各地方的特产以及工艺品，更可以搭乘小木舟在湖里荡漾，穿梭于桥亭之间。同时，这里也是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》的实景拍摄地之一。芭提雅四方水上市场是一个充满泰国特色和刺激体验的地方，无论是品尝美食、购买特产，还是享受船舟漂流和索道冒险，你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。邀请你的伙伴们一起前往，共同感受这个令人心动的水上市场吧。小浣熊旅行，定制您的私人自由行。